天当被，地当床，浪迹天涯是对吉普赛人的真实写照。世界上曾经有两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一个是犹太人，另一个就是吉普赛人。如今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，而吉普赛人依然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。很多中国人对吉普赛人并不了解，上个世纪的人对吉普赛人的印象也是仅仅来自印度电影《大篷车》。在中国人眼里，吉普赛人能歌善舞，性格开朗，然而在欧洲人的眼里，他们都是乞丐、小偷或者人贩子。一些学者认为，吉普赛人